孔子批阅《易经》围鞭三举、绑竹简的牛皮都被翻断了很多次，他对乾与坤两卦的卦辞进行了详细的注记，留下了旁通四达的文言传。文言传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邃哲理呢？被后世学者奉为千古文章之祖，包含着宇宙人生奥秘的元亨利贞，与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，请继续关注《孔子文言传》。文言传就是孔子看到周文王他替卦辞吓得非常的惊念，可是他怕很多人不是很了解，所以特别加以解释，只有在乾卦跟坤卦两卦有解释文王所下的卦辞，所以叫做文言传。孔子他首先就把乾的卦辞元亨利贞做了一番解释。他说：“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家之惠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”元是原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元就是开始，气呢？就是我们平常所呼吸的空气。元气怎么那么重要？可是一出生，那个脐带啊，剪断了以后，他就没法呼吸的，所以就开始他就开始在练习用嘴巴来呼吸，就呼吸空气。人一出生就面临了生死关头啊，你看很多人生出来他很快就死了，他过不了这关嘛，一口气不来，你有再大的本事都没有用。元是原始，元气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口气，所以为什么这个元气很重要？我们一见面就说：“哎，你气色不错，哎，你很有元气。”就在讲这个事情了。天底下最大的善，最大的好，就是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气。如果空气不够，那糟糕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空气，不要去污染它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使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才对得起老天给我们的这一口气，就这么简单。乾坤两卦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，就是卦辞里都包含着元亨利贞四个字。如果说元是开始的意思，那么亨代表什么？易经又启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社会关系，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呢？亨是什么？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、互相帮忙、彼此尊重，那他自然呢，他就会亨通，就不会产生阻碍。自然的阻碍已经够多了，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还设下种种的阻碍，我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。那家是什么呢？家就是美的意思，会是积极。大家有发现了，动物跟动物聚集在一起，植物跟植物聚集在一起，人跟人聚集在一起，万物开始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一起，大家过美好的生活。
植物有植物的生活，动物动物的生活，人有人的生活，大家互相包容，互相照顾，不要去侵害别人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家之惠也。我们做生意就是把这里有的送到没有的地方去，把我们没有的从别的地方运过来，这个也叫做家之惠也，一样的意思。天底下有各色各样的东西，我们互通有无，我们保存它原来生存的一个环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去生活下去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各尽所能，而又各取所需。你不能说我有钱，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专门去买人家的东西，甚至我囤积聚齐，那都是不对的。钱是要流通的，货物是要交换的，我们任何东西都要考虑到别人也有需要，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独吞，这样才能够一方面聚集，一方面又很美好。否则人一聚集就乱了，人一聚集就不和谐的，人一聚集就开始争夺了。那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？没有什么不同，人应该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互通有无之后，利成为横在人生中的巨大考验。如果说赚钱是靠机会，那么花钱要靠智慧。那么富起来的人们应当如何花钱呢？为什么说生活豪华奢侈是一种罪过呢？利是什么？就是利益，益能够很合理，那大家就比较和谐。尤其中国人，他都是看你这样合理不合理，你合理的他就口服心服，你不合理的他表面上也许不敢说什么，不方便说什么，不愿意说什么，但他心里有数，他到时候他就烦你，到时候他就找你麻烦。因此呢，这个义啊，是我们非常重视的，利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。老天给你利，就是在考验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句话，赚钱并不可耻，赚钱其实是可爱的，因为它对人类的生活有正面的贡献。可是怎么去用钱，这才是智慧。赚钱凭什么？有人说凭能力，我是不认为你有能力就能赚到钱，我不认为。赚钱其实是靠机会，机会来的，你钱怎么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。可是用钱呢，那是靠智慧。所以一个人要赚钱之前呢，最好先学一学怎么样去花钱，怎么样去用钱。其实《易经》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用钱，八个字就讲完了：当用不慎，当慎不用。你该用的，你没有钱，你想办法，你还得要用。好像一个人要么不结婚，要结婚，你当家长，你就要负起你的责任，你就要让你一家老小最起码可以过温饱的生活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家长就不尽责任。你也没有必要弄得大家很豪华，弄得大家很舒适，过奢侈的生活，那反而是罪过。为什么罪过？那就浪费资源，因为资源是有限的。地球现在60几个亿，
大家都要活，你把它笼挂到你们家里面来，这个利就不能和嘛，怎么能和？你看一个社会啊，贫富的差距越大的话，这个社会是越不稳定的，越不安全的，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。我们不能勉强使它一样，因为那是不合自然的。但是有钱的人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来跟大家分享，来照顾那些比较穷困的人，这样就对了嘛。但是我们又想错了，我们说我去赚一些昧良心的钱，然后我去做善事，这个行吗？不行，因为功过它是不能对抵的。你做的坏事就是做了坏事，你想用这个来补偿那个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看很多人赚的钱，赶快去烧香啊，拜拜啊，神保佑啊，啊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因为如果这样可行的话，那这神算什么神？那他不公正啊，一点也不公正啊。那不公正就不叫神，那就叫魔吧。礼官不破，则得失精致。要想经受住历官、民官重重考验，保持恒久的正直，真成为重要一德。为什么说把正直理解为守规矩，是我们对原点的误解？易经中讲曲折迂回，反倒是办成大事的最有效途径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真是什么？就是正直。我们经得起力的考验的人就叫真。我赚了钱我还规规矩矩，一般人你叫他穷的时候规规矩矩都很难，因为穷他就不择手段了。可是你有了钱，你要让他规规矩矩，那就更难，因为财大气粗嘛。我管你的，你有本事把我抓去吗？这种人蛮多的。所以穷也害死人，富有也害死人。各位就体会到上天是用金钱、用财货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。你看见利忘义，见钱眼开，这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人。钱财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正不正？正不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摆平？那摆不平的话，那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说：“你摆平了没有？”摆平不是用强制的，强制的更摆不平。他每个人立场不一样，每个人身份不相同，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。你要摆平，你就必须要求圆满。所以我们一直讲做人要正直，而且要持久。你正直一分钟有什么用？正直一天有什么用？正直三年也没有用。很多人就是一段时间很正直，然后吃了亏以后就觉得，那我正直干什么？我比谁都狠，那就完了。在学校操性很好的人，到了社会反而很多是经不起社会的考验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制造很多名词啊，说什么社会是酱缸啊，你被它污染掉了，这都是很奇怪的说法。酱缸能把你怎么样？人家醋污你而不染，什么酱缸？那都靠自己嘛，那靠环境。那人如果完全靠环境，那人努力干什么？学习干什么？你就让环境去摆布就好了，这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一个表现。我们现在都很清楚，正不正在你，别人不知道啊。哪个人不说自己正？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正，不了解。正不是说我很正直，我一丝不苟，
我样样都是守规矩，那叫正。2000年来我们都这样解释，所以我们才会满口仁义道德，而表现得很龌龊卑鄙。我们曲解了圣人的意思，取这权就是那条太极线，你要走出来，你走不出那个弯弯曲曲的路，你就没有办法正直啊！你什么办法正直呢？我们始终是二分法，直就是直，曲就是曲，那要命了，曲才能直啊！曲是直必要的过程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但是永远是达不到的。你从这端要走到那一端，你千万记住，太极线它是弯弯曲曲的。所以为什么直话人家听不进去？你一讲直话他就火大了，那你有什么用？你稍微婉转一点，你稍微转个弯，他听进去了就有效，你就安全。所以《易经》它给我们的生活，第一个就是安全，第二个是有效，第三个是方便。但是现在我们都认为说，哎呀，有话就说啊，拐弯抹角干什么啊，有话直说啊，你管他你什么反应呢，那就是目中无人了。这种人就叫做目中无人。一个人正直不正直，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有很大的差距啊。孔子费尽苦心去解释，但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到。我们要有效，我们要让大家能够照着去做，你非要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，否则你是达不到愿望的。我会外圆内方，我会替别人家想，圆就是方，方就是圆。像这种观念呢，外国人是很难接受，我那方就是方，怎么方又跟圆扯在一起呢？中国人是很清楚的，越小就越方，越大就越圆。同样一个东西，小小的它一定是方的，方方方到了很大的时候它就圆了。所以当我们说做人要大方一点，你就听懂了，做人要圆通一点。你看方就是圆，哎，这个人很圆通就是他很大方。至圆行方，曲中求直，易经的智慧以通达明辨为贵。那么人生世事是如何在圆亨利贞之间往复变化的呢？圆亨利贞与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？圆就是春天开始发芽，那就叫圆。发芽以后到了夏天，它就会成长，就会茂盛，就叫做亨。秋天就开始有收获，所以你看利就是一把刀在割成熟的农作物，就叫利。你收割来的东西你怎么办？冬天你要把它藏起来，第二年你才会有新的种子。你把收获来的东西通通吃光光，连种子都没了，那来年春天靠什么去播种？你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，圆亨利它是比较自然的，你只要慎始大概就会比较圆满。我用圆满这两个字，圆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顾虑到每一个角度的立场，他每个人站的方向不一样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，每个人位置不相同，他的感觉不一样，你认为圆满，他认为不圆满，所以要面面顾到。
这是在中国社会做人特别辛苦、特别为难的一个因素。今天大家都喜欢当一方之长，啊，我是家长，最起码当个家长嘛。校长、厂长、厅长、处长、首长，不管是什么长，千万千万记住，你一开始就要重视那个缘。缘是什么？就是人心，就是人心，仁爱的人。你没有人心，你做什么长，最后都是害己害人。我们有了好的人心，你才会怎么样？才会去照顾关心所有的人，然后你就会办事很顺利，做事很亨通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，官运亨通。官运亨通就是他仁政爱民，你仁政爱民，他自然就官运亨通。但是下面呢，利之所在就看你脸色怎么变了。你能够经得起利益的引诱，利益是专门引诱你的，越大的利你就越要小心。当商人送你十万的时候，他自己至少也拿十万，你就变成二十万。当商人送一个官员一百万的时候，这个官员要记住，我不是拿一百万而已，我最起码拿两百万。因为他自己不拿一百万，他会给我一百万，他可能拿一千万才给我一百万，最后你就背的那个很重的负担。利是什么？我公正的照顾所有的百姓，这样一来你的内心正不正就得到证明，见利就忘义，那就不真了。因此后来儒家把元亨利贞就发展成五个字，叫做仁义礼智信。仁就是元，义跟礼呢就是亨。你看一个人他处处都合理，他就很亨通。礼呀、啊、是一般人看得见的，做人要有礼貌，做事情要重视礼节，礼要有节制。而义呢是看不见的，到底合不理不合理，心中有数啊，外面看不见的。然后智呢就是利，当利益当前的时候，你要用你的理智来判断该要不该要，能要不能要，要了以后会怎么样，能不能无咎，那个无咎很重要。你看要到最后都是后悔的，你只要要到不该要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开始不安了，晚上睡觉睡不好，白天脸色不对，然后眼睛就开始没有光亮了，看到了就好像怕人家看见一样，就低头了嘛，你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。真是什么？真就是信，人家对你信不信就是看你正不正了。你不正，就算对人家再好，人家都是怀疑啊，是不是又要利用我做什么事情，他怕了，他躲得远远的。所以这个信呢、啊、就是你正不正给人家的印象就叫信。我们现在人最大的危机其实是互信危机，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不能信任嘛，这才是人类自寻苦恼，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。你一定要从易经的道理，从乾卦开始，先求自己，不要老求别人。你自己做得好，别人自然会受你的影响。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是什么？不是控制人家，不是教导人家，不是命令人家，而是发挥你的影响力。你看这个是不分身份地位的，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行得正，只要大家信任你，你都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力。
仁义礼智信就是元亨利贞，就是天地的正气，就叫做乾元。乾元是什么？就是先天一气，那就叫先天一气，就是它是天地之间最无私的，最无私的。你看空气没有说你是好人我才给你，你是坏人我不给你，你对我好我让你吸，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让你吸，没有，他不是不分是非啊，他是告诉你，你自己要爱惜你自己，你要自己修养你自己，否则我也帮不上忙，到时候一口气不来就是一口气不来，你怨他没有用。君子坦荡荡，并用一身正气影响着身边的人。按照《易经》的智慧，君子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适时调整，凡事并不做得太满。为了在生活中游刃有余，曾教授提出要掌握哪两把刷子，六六大顺这样的吉祥话，其中又潜藏着怎样的危机呢？文言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，千元用酒乃见天泽。什么叫做钱为什么能够自强不息，就是因为他会用酒。那孔子是最会用酒的，用酒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做阶段性的调整，你不能老一套，你老一套你这个阶段合适呢，你下一阶段你就遭遇到重重困难。这样各位才知道我们中国人赞美人都说这个人了不起有两把刷子，我们从来没说这个人了不起有一把刷子，一把刷子管什么用，一个人最起码阴阳两把刷子，能刚就刚，要柔就要柔，能高就高，该低就低，这叫什么？叫做人屈人伸。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就是人屈人伸，刚柔并济，恩威并施，内方外圆。你看我们始终就是阴阳的配合，因为乾卦告诉我们亢龙有悔，阳刚过盛马上就成阴，这阳极成阴就是当你不可一世非常神气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掉下来凄凄惨惨，那谁叫你要讲？所以到五你就可以掌握了，那个六啊你最好算了算了，我不要贪得无厌，我掌握的东西掌握到就好了，掌握不了东西我不要，不要太过相信那种什么六六大顺的，不要太过相信，就是不顺才告诉你顺，易经道理就是这样，你顺他就告诉你无咎，无咎就是顺后面有后遗症的，你要小心的。易经每一个卦都是有条件的，但是都提供了一个希望，人是活在希望，但是不是活在梦想。现在人很奇怪，说有梦最美，那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有什么用？有希望要靠你去落实，所以有了钱的自强不息，就必须要坤的厚德载物，钱在前面创造，坤在后面落实配合，所以阳极成阴是有道理的，我们下一次就一起来讨论阳极成阴。